说实话有点懵，就是就场上还是没懵的，就是打完下来有点，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能打到这个地步的，因为我们也是想一场一场去拼的，没有去想太多成绩啊积分啊什么这种问题。对我俩信心会涨很多吧，因为会肯定这段时间冬训的训练，然后还是在场上暴露一些我们两个还是一些比较需要我们在后续去解决的问题吧。现在冠军的滋味比750好在哪？钱多。我问你一个问题，奥运会是每个选手的憧憬吗？你们现在就会开始梦想巴黎了吗？没有啊，没有没有会觉得说拿下这个1000冠军对你们在奥运资格的那个争夺赛可能抢的先机？我们没有想关于奥运会的任何东西，就一场一场去打就好了。